母亲节饭局我都推了，来看看。甚是谢谢，从来不走小这个灯牌啊，灯牌一亮，日子越过越闪亮。对，都把灯牌给我搞起啊！明天就把我灯牌给我换了，换成古怼怼啊！然后再说一下这个车的话呢，七座版本的话呢，它的这个就是整体来讲的话，就是你七座哈、啊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七座不建议大家作为常规七座去使用，它只能用来应急，偶尔应个急，这个第三排是可以使用的。那么你把第三排打开之后的话，它的后备箱就空间会稍稍的挤促一些啊。然后想看内饰的，给我扣一波内饰，带大家看看内饰哈、啊。然后这个车型我们用的是英吉利的发动机，英吉利发动机它曾经获得过沃德十佳大奖的，和咱们 BMW 品牌啊，它是这个并列前茅的哈，它也是这个沃德十佳大奖。并且 JD Power 2021年公布的值得信赖的啊，什么值得信赖的这个国产车，它排老大，啊，它排老大，这个车型咱们路虎发现运动排老大啊，所以不要再说什么捷豹路虎这毛病多了，那都是好早好早以前的。JD Power 是比较权威的了吧，非常非常权威的了，对不对？在值得信赖的啊，什么什么嗷嗷值得信赖的这个啊。Z 这个词儿，请用嗷嗷来代替，嗷嗷值得国内信赖的啊，国产车型。路虎的发现运动排老大啊，老大，好吧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，有料这个有资料可以查到的哈，你们可以上度娘去问一下。嗯，想看22.5款，22.5款还没有到呢，不就多个氛围灯吗？你也看不出来啊，你看看图栏的评论，图栏评论啥了？母亲节饭局都推了，来看珊珊，对，这我知道啊，啊，我都有点愧对于这个图兰，我跟图兰说了，我给图兰找了一个正确的这个解决方案，他继续参加饭局，然后又能关注我，让饭局所有人同时关注我，手机往那一放，然后你们还可以正常沟通感情，就告诉他们，谁也别跟着，咱们吃饭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沟通感情，谁也别看手机，怎么办？来，把直播间打开，对，直播间打开静音，然后你们就该喝喝，该玩玩，该闹闹。对，我这边也能看见谁在，哎，谁不在了，我就提醒一下。对对，啊、我们艾特你一下，对，艾特你一下啊，屏幕中间给我点点。赞哈，然后这个车型是配的20寸的钻石切割轮毂哈，刚才跟大家说了，发动机是英吉利的发动机，变速箱用的也是采孚的变速箱，同时轮毂用的20寸的，同级别里面来讲，你自己去看哈，像宝马的X5现在不行了，X7它才用的都是19的轮毂，你看我这个车最怂的路虎啊。入门级的路虎它用的都是20的轮毂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车还可以涉水啊，咱们的涉水深度是多少呢？是600毫米。600毫米什么概念？ GLE 还有 X7 还有这个 Q7 Q8 它们的涉水深度充其量啊也就550，还是往多了说，咱都600了，入门级路虎600毫米入门这个涉水深度啊，什么概念哈、啊、就到这儿了，就将近没轮毂了哈，将近没轮毂了。有人说了啊，我不需要涉水，你怎么不需要呢？你平时雨季的时候坑洼路段你不得担心点涉水啊，平时下大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车停了个洼一点地儿，你怎么知道它涉不涉水，是不是？这是有需要的啊，还是有需要的。屏幕中间给我点点赞，如果路虎过不去那你就妥妥的吧，其他车都过不去啊，你就妥妥踏实的赶紧绕路行驶啊，就一下暴雨就可以看桥底下能过的基本上都是路虎。嗯，图兰说你最爱他，我最爱你们每个人，爱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啊，他们也不提车，关注没用啊，关注没用，涨粉丝啊，真是的啊，关注没有用，涨粉丝啊。来跟大家说一下，本来今天是要直播纳兰大哥现场喜提爱车的，但是纳兰大哥跟我的描述是，他在进北京关卡的时候被劝返了，因为他是外地车牌啊，被劝返了，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哈，这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。